Sorry, 因为现场呢还是有许多的同门呢啊，他们今天迟到的关系，加上我们法会时间有限呢，所以还是有许多许多的同门啊，等待现在师尊再次的给他们进献哈达的这个接受哈达的这个进献哈达供养，所以师尊非常非常的辛苦。刚刚休息一下，再给所有排队的人潮呢做这样子的。Kalau nggak tadi gimana peraturnya? Kan jalan ke sini, saya jadi jaga di sini. Gitu, Cici nggak apa-apa.看到有这样子的人潮啊，还是有这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进献哈达，所以呢，今天师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从早上站了快三个小时接受进献哈达，到现在还有人没有进献哈达，所以师尊呢，非常的慈悲，还是把时间再留给大家。那么这些弟子呢，今天进献了哈达，他们才能够。啊，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求的就是能够给师尊摸头，能够把他们的哈达献上给师尊，然后由师尊给他们挂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队伍是非常非常的长。你们好，你们好，嗨。所以没有办法想象吧，竟然还有这么多人，竟然有这么多人都。你们今天是因为排队太晚是不是？是因为排队太晚吗？时间，因为今天人太多嘛，哦，就是太多了，所以终止哈达的进献。哇，这是真的史无前例，真佛宗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子哈，真佛宗有史以来第一次进献哈达进献不完的，就留到后面还有这么长的。拜拜。哇。真的是太令人觉得师尊的魅力无穷啊，你看看还有这么多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进献哈达。你们好，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怕我走过去的时候又没有 WiFi， 所以还是乖乖的再走回来，因为这里的网络讯号今天一直有状况，所以不好意思啊，跟大家说抱歉。是吗？所以很多也是有印尼的同门，还有台湾的同门，他们今天呢都没有进献到哈达，所以师尊真的是太辛苦了，还有这么多人。大家都会背了，网络上面的同门都会背了，师尊
都会说爱している也是西家带卷的、然后呢眉来眼去的吗？说老实话，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到现在还要再拍。我刚以为法会结束了，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个小时，因为等一下就有饭可以吃了，有谢师宴的活动，就没有想到师尊还要这么辛苦的站在这边接受大家敬献哈达。那我们当然就是站在这边看我的手机还有多少电可以继续的服务大家。看到很多熟面孔，美女美女都是两大美女哦，这是加拿大对不对？对呀、啊加拿大香港，真是美女美女，很开心。我就喜欢拍女美女，不好意思啊。看这队伍还有多长啊！还有这么多，请问一下后面还有很多吗？快完了，到这边。他们说到这边就可以结束，师尊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也就去找座位。那大家他们说准备了非常多的便当。所以愿意留下来参加这个与佛共餐的晚宴呢，都是免费的、哦。那主办单位真的是太大方了。那脖子上戴的是哪一个？脖子戴的这个是什么？阿底峡。阿底峡、啊，这个是哪里的？这个是马来西亚拿的哦，马来西亚做的哦。这次好像很多，这次好像很多人都有阿底峡的牌子哦。都有啊，这个哈，这个这是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做的。对啊，主办单位。所以你的一样吗？
哦，功德组都有，因为我们的是白的吧？哦，功德组是一样的吗？后面有师尊的签名是不是？对啊，后面有哦，主持者的。可是这个珠子哦，珠子不一样，啊、这个穿的不一样。那个、哦，都有师尊的签名啊。啊，我的年轻一点的吧。你的年轻一点。会比较显色一点点，比较显色一点哦，显一点点，没有这么重，这样子吗？哦，很多人在看，很多人在看，对啊对啊，我就看到你比较特别啊，就有人带阿底峡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什么，我刚刚就问你，哦，他们还问对了哈，啊、问对了哈，还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好，阿底峡阿底峡，所以原来功德组都有一个牌子。到这边，没有带你太太来，没有啊？好，队伍到这边吗？哇，李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们了，两大美女啊！西雅图念书，是哦，在西雅图念书吗 ？Is studying in Seattle？ Oh, really?Oh, beautiful and nice. Beautiful and nice. Oh, 他哪里看得出来，对不对？这是他的妈妈。好，这一次呢，我们印尼的大法会呢，都是伊丽莎白跟她先生啊，还有助讲师，还有上师们，对不对？全部，真的做得太棒了。感恩师尊，感恩师尊，对不对？而且你也一直画了很多漂亮的唐卡供养师尊，师尊非常非常喜欢你画的唐卡，所以这个在这边就告诉大家，传说中最年轻的那个瑶池金母的图案就是这个伊丽莎白画的，对，所以呢画了瑶池金母，对不对？对呀，那用的是那个 真正的那个有宝石吗？对，是 Swarovski。 然后用那个水晶，哈哈。哦，特别的这种宝石的石头，对不对？布置在那个凤冠上面，所以整个头饰看起来就是活生生的，那是师尊最喜欢的瑶池金母。很高兴，那是师尊啊、就是珍藏的最喜欢的最年轻的十六岁的瑶池金母的真人画的，就是他哈，就是伊丽莎白，我们真的是太爱他了。包括师尊上次说的这个金刚亥母也是他画的，就是最漂亮的金刚亥母也是他画的。那这一次呢，主办阿底峡呢，就是由他们这几个人啊所发起，然后招待师尊呢，一切都是用最高规格的这样子的一种好供养，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主办单位，谢谢他们。好的好的，终于师尊辛苦，可以吃饭了。特别拍一下，所以这些都是功德主啊，就是功德主的敬献哈达。所以师尊呢，今天真的是早上呢站了已经快三个小时敬献哈达，然后没想到到现在还有人，因为那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还在排队。哦，这边有还有布条是吧？中国
么叫中国白莲花？哇！所以现在工作人员也跟着一起来摸头。好了，没了，没了，没了。后面 stop 住了，没了。这种摸头有还有倒修波，就是说跟我们来一个给私人摸头这样，然后就这样子就没完没了，因为工作人员这么多啊，真的不行了，私人辛苦了，私人辛苦啦。念珠，还有帽子都要留给你，留给印尼，留给印尼。那现在就全部脱光了。没关系，四年之后。因为我15多还在。没关系。不急，但是后面没有了。啊？真有一套黄色的，对，真等一下吃饭的一套黄色的，黄色的分装的这个，对，就是分装。好，师尊辛苦了，这样大家有满足到哈。OK， 稍待一会再回来。